日头光，晒落土顶的日头，光点点的等待，过路的人客，风一阵一阵吹过去。这是一个餐厅，那餐厅外面有一个凉棚，那凉棚上面是木头的，但是这是中午，所以中午的时候，这个凉棚上面那个日太阳的光就透过这个凉棚下来，在土地上发生有一些这个影像，所以讲台路台路哈台路土顶的日头，就是讲咱有一款台啊，专门咧台台什么物件，台经济啦，台物件哈啊，咱那个想讲这日头光就是哦，这面顶这个台啊个台落去啊，点点等待，其实是点的人。你等待伊个人客，咱知影开餐厅啊，等人客入来坐，来坐的时阵就是希望讲伊来甲咱交关来食饭。啊，反正旅游者拢是过路的人嘛，食了的时阵就困啊，所以只过路的人就亲像风，一阵一阵吹过去。咱会知影写诗就是爱用赋比兴，用比喻的方式去书写人。在流浪就像风在游走，有咱定来讲魂嘛是一种过客，所以即款拢会过去。所以来到这餐厅的人嘛，亲像一阵一阵的风吹过去，吹过去，旧的吹去，新的来所以这个事件其实是透过日头光日头光吼，日头光嘛是一种时间时间的暗喻吼，用日头光去讲我们这个时间，比方日月星辰。这些东西时间的代表。日头光，晒落土顶的日头，光点点的等待，过路的人客，风一阵一阵吹过去。